一，将自己喜欢的画布贴在盘子里面。二，用花边包住边缘。三，用笔过盘子中心画线，确定提手位置。四，盘子底部贴自粘麻布。五，顺时针缠绕4.5毫米麻线。六，用热熔胶固定花杆，花杆间距1.5厘米。七，底部用麻绳顺时针缠绕一圈。八，放上自己喜欢的珠子。九，加入一根棉线，麻绳压2挑1，棉绳挑2后，逆时针绕一圈。十，麻绳绕4圈后加把梢。十一，剪掉剩余花杆。十二，用棉线绕出框口横梁，并固定好。最后用花边缝边，看一下做完的样子。